第二十一题，美惠探讨密度的测定，它测量水和某液的质量和体积，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。美惠算出 x、y、z、w 的数值大小，下列何者有误？那我们看到这个表格上面很简单，我们可以直接做。它已经告诉我们水的质量就是 m1 减 m0，m0 是 40，m1 是50，所以50减40就是10。然后呢，要计算水的密度，那根据我们的公式叫做 d 等于 v 分之 m， 那我们的体积呢是10立方公分，质量是 10， 所以这个密度就是1，所以 y 的密度呢就是1。那同理呢，我们的某一的质量是 m2 减 m0，m2 呢是 80，m0 是40，所以呢80减40就叫做40。然后计算我们的密度也一样，叫做 d 等于 v 分之 m， 它的体积呢叫做20。啊，它的质量叫做40，所以它的密度呢叫做2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W 呢就叫做2。因此我们就看到这边的数字里面啊 A B C 的数字都是对的，猪的数字 W 等于 4.0 是错的，它应该只有 2.0。 所以第21题问我们说下列何者有误，我们答案呢选猪 W 等于 4.0， 这是错的，应该的密度应该是 2.0。